哦，直播的，啊？这个是真的吗？为什么要去网路买这个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去实体店？我去网路买。不要网路买啊，网路你又看不到，你看得到吗？哥哥，你又看不到。啊，这不就前阵子很流行什么直播主持吗？啊，他这个就假的啊。没有听过话的，对啊，是人家你不要再玩了，建议是不要用线上玩就可好不好？了。好，对，之前那些钱你看拿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对啊。有赚的都存在那里面了。你存在里面也拿不出来，好不好？今天还会吗？今天不要会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啦。今天就不会了，然后没有啦，没有了哈。不要再去做了。那你不要再玩这个喽。啊，这个啊，可以啦。这个是在那个深圳的一个女朋友的。所以就是因为他，所以你才会去玩那个珠宝，对。回到我碰到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再动我了。好不好？啊。你可以来泡茶，但是不要来。找你不要来都来，不要来这种理由，用这种理由。找我聊天，你不要来。找你聊天才不会那个心思花到这里来。对啊，对，可以找我们聊天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啊。然后找你们聊天。我刚跟你讲的那个，这样听起来就很不合理啊。因为你说你那一百多还是存在他那边，不是吗？是存在他那边，等于说他要给你钱，他才会给你啊。他不给你的时候，你就是拿不出来，等于你根本就没有赚到这钱，不是吗？哦，实际上没有拿到对钱。啊，